my lif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t? Yeah, my responsibility. This is nothing. Fucking money, 你不是个不拉郎！你叫你跟我要摇摆你？我真带了你！干什么？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台北工厂二替台湾导演与意大利演员搭起了合作的桥梁，完成三部国际合制的短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导演侯继然与演员庄凯勋和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导演侯继然，继然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侯继然。第二位是我们的演员庄凯勋，凯勋好。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凯勋。台北工厂二是采用台湾导演跟意大利演员的合作模式啊，所以两位啊，凯勋也有跟两位的外籍演员合作嘛，对戏。那可不可以两位先帮我们介绍这次国际合制的经验是什么样子的经验呢？好，这次的计划就是台湾的导演跟意大利演员合作，然后故事的话基本上就会写一个意大利人到台北发生的故事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机会，尤其在前置的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沟通都是透过网络进行的。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在选演员的时候，因为要选一个意大利演员，看资料的时候就看了41个意大利帅哥，然后 Skype 的时候就 Skype 26个意大利就一直在每天就一直在跟他们视讯，最后选到，其实是个很有趣的经验。是，最后侯继然导演选定了这位意大利帅哥，在片中也有分饰两角嘛。对，所以导演觉得这次跟意大利演员的合作，后来成果怎么样？很满意吗？我很满意耶，因为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刺激，就是我觉得意大利的演员他们对自己的那种要求蛮高的，我想他们就会觉得说，飞到半个地球来台北演一个电影，然后会在威尼斯影展出现，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抱了很大的期待，对自己的的那个要求也很高。那我的这演员叫 Michele， 然后他对他的这个角色也非常多的想法，自己设计很多的东西，在跟我讨论，就看得出他是非常非常的懂我在写跟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他也不断的丢他自己的想法出来，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他的想法都让我觉得好像有就是补足我对这个角色某一方面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最后这位演员为什么出现呢？导演是怎么样决定要让他来演？好，因为我的剧本其实蛮有挑战性的，因为里面有一些比较情欲的表现。那其实本来我们都以为西方人可能比较开放，但是意大利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我就需要同时他是我希望中的剧本这个角色的外形，然后他又要能够了解我要传达的讯息在这个角色上，然后他又要愿意飞到台湾来来演，然后他又要愿意演出这个剧本里面很有挑战性的一些场面，所以其实比较不好选，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就是40几个人之后终于找到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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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人选这样子。凯勋过去演和舞台剧的时候也有跟外籍演员合作过，但是这次演电影觉得是什么样子的经验呢？其实一开始蛮紧张的，对，因为知道说哇是一个这么不同文化不同地域性的一个演员这样子，然后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意大利其实他们的社会风气其实跟台湾蛮像的，对，那加上那个跟我合作那个男演员叫 Marco， 他本身的养成也是舞台剧，然后蛮完整的，所以在沟通上来讲，还有包括一些对戏的敏感度，所以算是蛮快就可以沟通跟相处。对，那另外一位女演员呢？另外一位女演员就是没有跟她对到话，因为戏的开始她就已经是那个尸体的状态的。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必须建构跟她很完整、很强大的情感，因为在戏的部分就是跟他本身就是已经类似像夫妻的状态这样。对对，所以即便戏的一开始他已经是死亡的状态，可是每次看到灵堂上的照片也好，然后他的东西也好，
然后回想到这个人，就是整个故事是串着这个死亡事件开始的，所以对这个人情感来讲要很强大。那平常就是只能在喊咖的时候跟他培养感情，跟他上真的上去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是完全没有对戏的机会。对，但是那个演员他很妙，他本身就是在台湾住蛮久的，然后又是中文很强，然后又在台大念书。哦，对对对，但他不是意大利人，他是奥地利人。对，在台湾很难找到意大利的女生来讲，相对比男生少很多，少很多，这蛮奇妙的。所以两位这次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战栗》跟《卢卡》。卢卡其实《战栗》比较像是恐怖惊悚类型嘛，《卢卡》比较偏向社会写实。可不可以请既然先帮我们介绍《战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战栗》是一个吸血鬼的故事啊。那我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意大利的吸血鬼来到台北，他坐上一台计程车之后，然后在计程车上忍不住了，然后就咬了这个台湾的计程车司机，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本来很平凡的司机被咬之后，他就慢慢开始产生变化，他慢慢变成吸血鬼，而且他心里面的某一种的欲望也被唤醒出来，这样，然后接连就是后来发生一连串的奇幻的事情，这样。所以虽然有吸血鬼的元素，但是讲的还是一个欲望流动的故事。对，就是吸血鬼其实是一个隐喻，就是说其实很多恐怖类型电影，不管是僵尸啊还是吸血鬼，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想要暗喻社会上的某一种层面的议题，这样子。那吸血鬼这个类型就常常会跟人的情欲连结在一起。所以我这个故事其实它从吸血鬼开始，但是慢慢的探索到人心里面的欲望，跟人对自己的一些自己的那种转变，然后加上他看这个城市的眼光也都不一样。刚刚导演说到要找到演员很大的一个困难，一个挑战度是因为尺度的部分。这部片其实真的尺度也非常的大。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回到基本，就是故事需要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片子它从一个吸血鬼的事件开始，然后慢慢进入到人的内心里面，然后跟他的心情跟他的身体有关系，所以再加上我觉得这次的计划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啊，也就是说它不像是一般的商业的院线电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各种的考量，它比较是一个很纯粹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好啊，那今天如果说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那我也不要自我设限，我就是应该让故事长成它本来该有的样子。所以尺度的问题倒不是说一开始就要设定啊怎样的尺度怎么样，而是说这个故事这个角色自然而然的发展，那就会觉得说在那个地方其实就需要有那样子的表现。对，那只是因为这次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创作，所以就比较不避讳。对，导演这次选角部分呢，是选了尤安顺大哥来演这位计程车司机。为什么选他呢？其实我在写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从生活取材，因为常常搭计程车，然后觉得台北的计程车司机的那个气质很真实，这样子。所以当初在要选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反而有点困难，因为我想要很真实的，那我甚至一度想要去选素人这样子。对，但是又觉得说这么重的戏，其实素人没有办法撑得住一个大荧幕的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气势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在写剧本的时候想好久，想了好多那种台湾40到50之间的演员这样子，后来才灵光一闪想尤安顺大哥，因为我其实在我成长过程中也童年往事侯孝贤导演的这部电影我也是很喜欢，那就会想到就是说如果是尤安顺大哥来演这个角色，其实好像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因为我觉得他本身有一个很真实的气质，然后加上他又很久没有演电影了，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是我跟他真的见面之后就发现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跟他对于表演的想法都非常的成熟，
那我就觉得说它是一个能够在外形上很符合我们一般很亲切的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样子，可是在表演的幅度上又可以宽广跟这个高低拉距到这么大，表现出这样子的一种人的状态的剧烈的改变，所以是很精彩的。我自己在拍的时候觉得好好享受哦。对，所以就是演技成熟到说他就是能够接受也非常非常情欲的戏，他也能够 OK 吗？对，其实本来还会忐忑，就是说这次有比较尺度上比较开的表现，会不会？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并不认识尤汉森大哥，在拍这个戏之前。但是等到见到他之后，其实他完全理解这个角色要表现的事情，所以他完全没有说对于尺度这件事情，其实我比他还紧张，他其实是不紧张的。对，所以导演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次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呈现吗？我觉得他们也是入境随俗啊，就是开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仪式，或者说包含我们台湾的工作的流程，我觉得他都是很尽力的配合。那加上我这个演员，他其实有在纽约发展过几年，所以他英文非常好，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大的便利，就是说我们不用再找一个意大利文翻译。对，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就是说演员他对自己的那种要求。那我们台湾拍片因为工作环境比较压缩，说老实话，所以工作时间会比较长，在太长的时候他常常就会很担心没有办法到最100分的状态。我后来才知道他每天就是回到饭店之后其实都是很认真的在准备明天的事情，所以他就会很在意自己准备的时间够不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表现，就是对自己的演出的要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还蛮好的。就 action 之后，我就演到一半，发现有黏黏热热的东西喷在我脸上，因为我在角色状态，我就跳出了一下，然后看，我是看到那个鸡是真的就是血溅出来，然后因为事后问他们法师，他说他们因为每天在做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动作，那个力道下去就是下去的。凯勋这次的作品是卢卡，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卢卡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意大利人，然后他叫卢卡，然后他来台湾要领回他的妻子的尸体，因为他妻子出车祸，然后跟他其实是被一个台湾男生载，那他们其实是情侣的关系。对，这个意大利的女人并没有跟意大利的男人离婚，离婚，他们已经分居很久很久。然后我是演那个台湾的一个超偶师叫阿星。然后就是我载着这个女人出车祸，然后后来这个女人过世了。那她的这个意大利的丈夫就想要透过来到台湾索赔，来振兴她自己在意大利已经快要不行的公司的事业，这样子。那透过这一段旅程，她慢慢的接近这个台湾的男人，然后了解说她其实在那边过的生活是什么。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导演又结合了一些2D 的动画的部分故事的内容，就是偶戏师超偶的跟这个女主角生前所写的戏偶的故事，来隐喻一些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跟人离开自己的故乡之后的转变，心情转变。那这个台湾男人阿星希望把这个尸体留下来，所以他决定要控告那个肇事者。那这一个意大利的男人呢，希望和解，然后拿了一笔和解金回意大利去振兴他的公司，这样。那两个人就在这僵持不下争执当中故事展开，然后最后呢，这两个男人在心理上有某个层面的认同，但有某个层面不认同，就是导演借由这个议题来点出东西方文化的一些小差异，这样子。还有探讨一些就情感上台湾男生的表达方式跟西方人我们既定的表达方式的差异，这样子。所以卢卡真是一个台湾元素非常丰富的故事了。是。所以凯勋真的演的是一个英文很好的台客。你为什么要这样笑？我也帮我们介绍这个角色的背景，是他是一个超偶师。他是一个超偶师，他其实说台客是比较笼统啊。对，那就是台客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其实是一种
一种标签，一种称赞，称赞，称赞就是台客精神的东西，是很传统艺术的东西，或者是很接近土壤的东西，很接近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嗯、那我扮演这个阿信的角色，他其实就是他是一个操偶师，他有一个女儿是他前妻留下来的，对，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偶戏师傅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各国之间巡回演出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女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来到台湾跟她一起做表演，然后定居。嗯，对，是一个比较含蓄的，因为她的背景、表演背景，还有包括她的伴侣，所以这个偶戏师傅的外语能力还算不错。但是因为布袋戏在台湾来讲，就是比较在地文化的、比较本土文化的一种艺术形态这样。嗯，那一开始我也很有疑问，问导演说，这个偶戏师傅为什么会英文这么好？那后来我们去那个台北偶戏馆才发现，那边的师傅的确每个看起来都是很台湾味很浓厚，但是他们其实常常在国际间啊，亚维农也好，就是各个艺术季表演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需要很足够的外语能力来沟通的。嗯，要很好的表达能力来介绍说我们的偶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是。所以凯勋这次就是挑战说，其实跟外籍演员、跟意大利男演员有很冲突的戏，对不对？所以还要用英文对骂。对。这当中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趣事呢？其实还好，就是一开始是很害怕，因为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不是自己的母语的话，很容易透过一个思考。在做表演，就基本上你的表演是会被打折扣的，所以是很害怕。所以开始之前我就跟俊逸导演讨论说，如果我这边有一些文字上、用字上或文法上的疏漏，那俊逸导演也很棒，我觉得他很棒。他在这边他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就是你们就吵，然后语言对我来讲是第二要求，对，情绪才是第一要求，因为。意大利人跟台湾人的母语都不是英文，都不是英文。对，所以你们只要在肢体、情绪跟氛围上表达到那个 fight， 对彼此之间的争执的东西，那个 argue 的东西有带出来的话，其实你们的语言我是不要求的。然后我听到导演讲这句话，我就哇，整个心就安下来。那个心安下来之后，我觉得表演就比较没有受到这个方面的干扰了。那我听说好像有一场戏是必须要做一些法事，对不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真正就是有杀鸡，对，来做这样子的仪式，会帮我们说一下那场戏是怎么样的？那个有点惊悚啊！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必须端着那个女主角排位，然后那个卢卡在门口看着我们用台湾的仪式。送走他的妻子这件事情，然后他什么事也帮不上忙，他是在远方看的，然后我当然是很难过的状态。那一开始我就看到那个他们请了一组真的送葬的，亡死之后人要做一些法事嘛，然后真的送葬的那些法师来，然后抓了一只鸡，然后是在那个鸡是很贴近我的面前，因为我是端着牌位嘛，我是端着牌位，所以那个鸡就会在这个牌位面前，就是他会被。割喉，然后用他的血来，就是做一些仪式这样。那我后来一开始就问说，我们等一下是真的要杀这只鸡吗？他说你放心，我们已经沟通过了，就是这个是假的，因为很浪，镜头很浪，看不到。就 action 之后，我就演到一半，发现有黏黏热热的东西喷在我脸上，然后我就突然惊醒了一下，因为我在角色状态，我就跳出了一下，然后看。我是看到那个鸡是真的，就是血溅出来。然后因为事后问他们法师，他说他们因为每天在做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动作，那个力道下去就是下去了，他很难去操控说他做的是假的力道。是，对，所以因为他们不是每天在做表演的嘛，所以他会很惯性的去执行这个动作。所以那个血溅到脸上的反应就是也变得很真实，非常真实。对，非常真实，但是。有被那个仪式震撼到，其实有一点像命题作文，就是三个导演给你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意大利人在台北会发生什么事？对，那三个导演分别创作出完全不一样的想象，这样子哦。两位可以帮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你推荐《台北工厂二》的原因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你在一般的电影里面看不到的一种故事的呈现方式，因为它其实有一点像命题作文，就是三个导演
给你一个题目，叫做一个意大利人在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对，那三个导演分别创作出完全不一样的想象，这样子哦。那在这三段里面，有很写实的，也有很疯狂的喜剧，也有很惊悚的恐怖片。那我觉得就是一张票可以买到三种，三种享受，对，三种享受，而且就是。而且我觉得每一种想象其实都会超出你的想象之外。那凯勋呢？其实就像刚导演说的，因为这是没有被受限的创作，所以会跟我们平常在院线看到的国片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跟那个悸动，这个是一点。那一点是我发现说，当台北是一个很奇妙的城市，加入了外来的国际的元素之后，它的接纳度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所以就是我自己在看这次的，就是每次台北工厂的作品，我都发现哇，这是台北耶，这是我们每天住的地方。可是你平常就是镜头拍出来台北，是跟你平常在生活中所看到、感受到的是很截然不同的风情。然后有一些视角，你会觉得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台北原来这么美，我们住的城市是这么的。这么的漂亮，然后这么的国际化，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来看吧，来看电影吧，我会发现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然后有这么多元的样貌，可以被拍成创作成电影的题材这样。我们刚刚讲的角度是台北工厂这样子的 project， 那可以帮我们个别讲你对就是自己的作品觉得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吗？我觉得当然就是说《战栗》这部片，它是我觉得应该是华语电影里面第一次出现有吸血鬼的这样的题材。那我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与众不同的吸血鬼电影。其实我在拍的时候本来也很忐忑，不知道这么西方的元素跟台湾本土结合会是什么样。那后来整个案子做完之后，我觉得很满足，就是我觉得它的确有做到我当初想要的一个从吸血鬼的角度进去，然后切到一个很深入的人心的探索这样子。那凯勋会怎么推荐卢卡呢？卢卡对我来讲，就是我从演员本位来出发演这个戏，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探到自己的底线，就是英文那一些事情台词都姑且先不论，而是说他故事题材，他探讨人的存在跟死亡之后，然后在活着的人心里的价值，究竟是我们要很缅怀的去留住这个回忆，这个人在心中的存在感，还是我们必须往现实层面看，然后拿到一些实质上的赔偿来改善自己生活线下的一些比较不 OK 的状态。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意外或受害者的家属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情，会有这样的天人交战的时候，就是我的亲友，我的朋友，他存在对我价值是什么，他不存在之后对我的价值又是什么。那些数字代表了些什么，那些数字究竟能不能购买你对他的情感跟回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探讨人性最底层跟最挣扎的部分，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进来看一下这个戏。是，今天非常感谢纪然跟凯勋帮我们分享台北工厂，谢谢，谢谢两位，谢谢。